中央向林金拿好地协会扣掉林金拿农产行农特产品的关注，登记推动老人送餐等等的服务。但是去年受到气候影响，林金的办公室拢无收成，造成协会经营受到真大影响。好佳哉，今年林金收成袂歹，农产行积极采买林金，而且以高法来行加加工，协助稳定新果市场的介绍，卖当支持在地好地的工作。中央向的林景进入了采收期，农民欢喜讲今年的收成真好，除了成果会使供应市场以外，也会使做成着加工品，提升着附加的价值。尤其地方拢是以传统的方式来烘焙，保留着林景特殊的芳馈。迄大粒较有通来，啊，过会藏。一般人有诶开卖，有诶嘛爱卖肉啦，啊，林景干嘛未歹啦，豆豆啊香。吼、哦，上少爱烘四工三暝，吼、哦，啊，甚至有时啊，我咧烘到五工，吼、哦，就是要豆豆啊，甲即个咱即个菱茎内底即个水分甲缩掉，吼、哦，安尼咱即个菱茎食起来会较 Q， 然后即个茶会香，吼、哦，嘛会更加香安尼。去年菱茎收成相当的歹，菱茎拿农产行头一边来发生着无菱茎瓜摊卖状况，因此趁着今年产量来恢复正常，而且预估需求会比往年搁较济，所以提早来烘焙加工，靠着员工全力来协助，希望讲会使降低成本，回馈予长期支持的人客，嘛关注菱茎拿福利协会顺利来推动送餐服务。多烘一点的那个龙眼干，那这边的员工呢，我们就请他们有空的时候哈、哦，就出来帮忙，哦，然后节省一些成本，哦，然后把这些啊回馈给我们的客户这样子。今年哦，都好吼，啊，内地吼嘛有咱有介绍较平稳，啊，林景吼像今年的介绍嘛平稳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就做行一寡内地，甲行一寡林景。啊，尤其是林景哦，咱林景拿到林景上出名吼，所以讲这部分哦，咱吼今年吼，希望讲会当行较济哩，啊，互咱增加收入安尼。因为去年受到气候影响，那讲是林景，真侪农产加工拢无得来进行。林景拿农产行，希望讲今年农产收成稳定，加工烘焙卖晒真顺利，协助关怀较侪弱势长辈。记者林雨欣采报道。